摆桌，场面热闹。这是台新金董事长吴东亮在尾牙上和员工大玩自拍。不过这场景今年可能看不到，传出就怕秋冬疫情再起，尾牙可能会取消。另外像这样开400桌，员工主管一起同乐，赵公金尾牙也确定取消。另外不办的还有国泰金，其他像是富邦金、星光金都还在评估中。金融业尾牙取消潮蠢蠢欲动，苦到饭店业。有业者预估今年大型外汇市场产值会比去年减少约25%。大型外汇100桌以上的，其实没有举办的这个情况真的是蛮明显蛮多的。针对有一些比较中小型的尾牙，是我们目前尽力在承接的部分，比如说大概是10桌、15桌这样子类型的聚餐。饭店也紧急因应，靠小桌数微型尾牙应战，毕竟400桌以上大型外汇冲击大，也有不少企业倾向拆分变成部门聚餐。保险单位所以是自己办。对，所以我们单位自己办，公司的我不确定啊，但是我们单位的目前还在讨论吧。但没办法，因为就疫情，所以也可以体谅这样。对，上班族共体时间只是以往年底尾牙都是饭店重要收入来源，现在被疫情打乱，只能转攻微型尾牙，把商机赚回来。三立新闻张轩台北报道。